索爆星二代沈月扮日本娃娃卡哇伊。近年星二代一个接一个出道，在星父母的明星照耀底下各自发展自己的一片天，当中更不乏年纪尚小仲是求学阶段的一群。其中邱淑贞的15岁大女沈月就遗传了妈妈标志的面孔和她索爆的外形，在社交网站上面人气高企，成为网路红人。上年沈月开始 IG 账户之后，短短半年就已经有8000多位粉丝关注。早前沈月有日在东京穿着和服扮日本娃娃获网民激赞，还有不少人留言叫她出写真集，风头一时无两啊。而星妈邱淑贞得悉沈月有兴趣做模特儿了噃，仲开通咁支持，小贤做模特儿都唔错啊，可以扮靓靓，开绿灯俾沈月。睇嚟沈月就算唔使出写真集，各位巴打早已经收集晒沈月女神嘅靓相，慢慢欣赏啦。